去边队赢咧？皮廷都系冠军上噶啦。咁啊，所以呢场啦，又未必去到你嘅名句咁紧要，即系未必有今生无来世。但系咧喺今届嘅奥运足球赛咧，确系一场即系我谂睇头系最十足嘅比赛。冇错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欣赏。两队强队打未必系场场都打到咧，就系咧出乎意料咁好睇。咁但系咧，起码咧就系有两队强队有得碰头。 同埋有得同你合作咧，就係謝莊天啊，謝祖先啦。唔係你估唔到，有時啲嘢，即係究竟個場波發展係點？